欢迎观看第五季的武统或文统台湾2300万人民何去何从。在最新的一次台湾的远见杂志在今年公元2022年8月16日到20日做的最新民调显示，远见杂志在民调里写了一句话：原来战争离我们这么的近。八月以来，中国大陆的武装军事演习，封锁台湾岛的一周10天以上的军事演习，让台湾人民感受到，原来这个台湾面对中国大陆的军事的威胁，战争的边缘，原来是这么的近啊！在远见的民调中，有提出台湾民调的访问，有关的。这个美国的众议院佩洛西来到台湾，是不是能提高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次的民调有55%，就是5×5的人认为，并不会提高台湾的国际的地位，而且把台湾送向这个战争的边缘，这个是真的。有77%，还有的民众。和6×5就是65%的台商认为美国的众议员佩洛西来到台湾，造成两岸开战，中国军事侵略台湾岛的8%里增加，而是指日可待，随时会发生战争的在台湾岛上。而且这次民调有73%的人，7×3的人认为，有这次美国的众议员佩洛西来到台湾，主要是推销这个武器销售给台湾，以及要把台积电挖走，挖到这个美国设厂，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啊，一点都不会提高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而且造成台湾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台湾岛的2300万人民的身家财产性命都推向战争的深渊之中，一点不可靠啊！所以很多台湾岛上的民众是受到台湾的民进党的这种政治的愚弄和表演。所以可以看出75%的人，台湾民众好脑都是很清醒的，他们2300万台湾的民众都不希望说过这战争的日子，他们只是想过做一个太平的日子，这是主要2300万台湾人民的愿景啊和诉求啊。而且这个台湾的远见的杂志的民调有64%，6×4的民众担心台湾这个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会随时会在台湾岛开战啊，这是绝大部分的人民的恐惧而担心啊。而认为不会开战的台湾民众，他的八仙力是少过25%，是20多%啊。而且其中有6×5，65%以上的人担心不愿意自己的家人和自己都会上战场和中国开战。回答愿意和这个和中国大陆家人自己在台湾岛战争的是已经少于25%了。而且里面的访问以及这个议题，如果维持两岸的和平状况，台湾岛就不会花更多的钱来买美国的武器。结果这次调查有6×3，就是63%的民众提议降成说维持两岸的和平的一种友好的关系，台湾岛就不需要花更多的钱来向美国买武器维持台湾的安全，这会台湾人民花更多的钱用这些钱来搞建设搞民生搞建设，这会使台湾岛的人民过得更美好的和和平的日子。所以最近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先生发言，两岸应该避战，不要把台湾岛2300万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民进党不应该不断的向中国大陆发出刺激的行动。
而且应该找出双方就是台湾岛以及中国大陆能够合作的地方，来加强大家的互相合作。这些合作可以包括经济一系列的商业的合作项目，这样就能够把和平的气氛营造出来，让台湾2300万人民享受活在和平的日子，以及经济与商业的合作行动和大陆密切联系，让他们获得更大的商业以及经济的生活的素质的提高。可是民进党不愿意听信这些一切的势力，他只是主要就是要在搞这个政治演说，让他赢得政治选票，让他得到更大的政权，在下一届的大选中让台湾的人民都投他的票，这是他最重要的目的。所以他们民进党一直不断的配合第三国外国的势力，美国的众议员台票西来台湾就是一个最见证。接而总之的接二连三，有台湾的也是邀请美国的很多的州的议长啊来到台湾，其实每个都不是为了台湾的民生问题或者提高台湾的目的，主要就是说要台湾的台积电去美国设厂，要台湾的鼎泰丰去他的州设厂，要台积电的这些商业的一些秘密。所以蔡英文一而再再而三就是出卖台湾的一些经济项目，从中赚取暴利。而且有消息传出蔡英文已经成功的演习，万一台湾岛发生战事，他能够在第一个时间坐飞机飞离台湾，逃离台湾。他根本就是一个政治的骗子，他根本这个就是一个假台独，也不是说要把台湾搞成台独，他主要是说搞作台独的棋子，搞作民进党的棋子，在这个政治谎言之下就可以不断的出卖台湾的经济项目，让万一赚取暴利之后，万一两岸发生战事他就逃离了，这就是他的政治目的。他的所作所为行径与这个乌克兰的现任的总统泽连斯基一模一样。乌克兰现在已经把乌克兰的乌西卖给了波兰，在基辅首都的会议之中，所以现在他也是把乌克兰的人民推向战争的之中。现在战事已经战了七八个月了，乌克兰死了多少人啊，人民受苦，他却赚取暴利。而且这个泽连斯基在美国有几百万元的豪宅，所以我们想想这些政治人物的心态，他们搞作一大堆很好的这个政治谎言，从中赚取暴利。而在他的领导之下，这些乌克兰和台湾他们的人民的生活要怎样？他们如果进入战争，受苦的是人民，而不是这些政治领导者。这些政治领导者第一个时间就坐飞机飞走了，这就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啊。所以这个马英九先生向台湾岛发出的宣言说，避战和谈和中国大陆保持和平的这种经济联系，可是这些台湾岛特别是蔡英文根本就听不进。其实他们懂得这一切的思维，只是民进党蔡英文就是一个，还有民进党都是这些人都是，其实他们是在装睡，而且装睡不愿醒过来，因为他们知道不断的刺激中国大陆会影响，而且造成这个中国大陆发生武统台湾的几率跟着提高。可是他们要赢取最重要的政治选票，政治选票让他们获利，得到金钱上的利益，而其中蔡英文是最大的利益的受获者。所以万一发生战事，他就第一时间坐了飞机跑。而民进党这些人也从打坐这些政治棋子不断的搞台独，
假台独与中国大陆搞对抗。而从这些所涉假台独的政治宣言中获利，获到金钱上的利益，而蔡英文就是最大的金钱获利者，而民进党也获得重大的这些选票，让他赢得一次又一次的大选，而获得更多的金钱的暴利，这就是这些政客真正的目的。其实他们懂得刺激中国大陆会引起战争，不过他们不管，他们只是为了政治选票，为了赢得大选，所以他不管台湾岛的2300万人民的生死，反正万一战事，他们有钱的人先跑了，受苦受难就是这些比较生活水准不这么高的2300万台湾的人民。而且现在俄罗斯已经发言说，万一台海发生战事，俄罗斯会第一个行动站在中国大陆这边，而且会对这个日本采取一切的军事行动。而且这是中国大陆与俄罗斯都在这个日本的岛的东边西边持续的演习，总共36天。中国参加这个俄罗斯这次公元2022年举办的东方2022的军事海上演习，这次的演习在日本海和沃克斯海在日本的东岸以及西岸举行，就是日本环绕着日本的北方四岛举行。这次的军演以及美国近期在太平洋演习的军演搞成一个对抗，所以现在在太平洋以及日本海有两个集团在军事演习，一个是美国为首的太平洋军事演习，另外一个是俄罗斯主导的东方2022海上军事演习。而太平洋军演总共是36天，他参加的军舰有32艘。上次俄罗斯去年公元2021年举办的军事演习，参加的人是50万，今年的人数已经缩水，总共是3万人。而俄罗斯的东方2022海上军事演习参加的国家有13个国家，十分的多，十分的庞大。而东方俄罗斯的2022军演有5万人，而太平洋的军演只有2万人，所以这次俄罗斯的东方2022海上军事演习的人数十分的庞大，比起这个美国所提倡的2022太平洋军事演习。而且俄罗斯所举办的这个公元东方2022的军事演习，在它的举办的地方是在日本东北方四岛的日本海以及鄂霍海，刚好是北方四岛，因为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国家。而这次俄罗斯所主办的2022海上军事演习，参加的国家有13个国家，军舰总共有60艘，比起太平洋军演只有31艘，所以它的军舰数目十分的庞大，总共就是说美国太平洋军舰的2倍。而且这次的俄罗斯的公元2022的东方军事演习，应该一个特点是印度也是有派军舰来参加，美国有曾经阻止印度来参加这次军习，不过印度还是参加这次俄罗斯的东方2022的军事演习啊，因为印度有在这个美国所提倡的四方安全对话之中，而安全的四方对话之中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印度啊。因为印度的立场是比较强硬，不结盟啊，他也不倾向美国，也不倾向俄罗斯，保持中立的状况。而且印度最主要武器都是来自俄罗斯的，这次总共派出一个连75个人参加，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啊。这75个人在5万人只占一个连啊，人数不多，所以印度参加这次的2022的东方军演只是一个象征行动啊。特别现在美国在搞这个反华的声浪啊，所以这些发出一些挑衅的政治的报告啊，美国的一些政治政客不断的挑衅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李克强与习近平之间的矛盾啊，可是他们的预测与现实是完全的相反啊。美国的这些政客刻意的挑拨反华的声浪啊，
因为中国大陆的政治体系是跟欧美完全不一样，是一个共产党的体系啊。因为他们不是在共产党生活过，他们不是这样背景，所以不能够完全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况啊，就是搞不清状况啊。所以这次在二十大之前，这个中国的全国第三号人物常委长栗战书在9月7号到9月17号访问俄罗斯，与普京见面，增加与俄罗斯的紧密军事经济联系，还有访问蒙古、尼泊尔、韩国等四国。而且俄罗斯所主导的公元2022军事演习，这个中国与俄罗斯的军舰以及空军的联合对日本北方四岛以及环绕着日本海、隔河海的不断的军事演习，是给日本一个重大的军事警告，万一在台海战事之中不能发生任何错误的信息、错误的行动，而且俄罗斯会第一个行动就是参加中国大陆这边围攻日本，这就是说万一台湾岛发生这个战事，日本要出兵台湾，他也会景象被这个俄罗斯北极熊磕住，完全不能够行动。所以这个是给日本岛一个严重的军事威胁，而且放眼这个俄罗斯以及中国都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大国，随时都可以发射武器把日本摧毁，所以这是给日本一个重要的军事演习，就是在台湾这个行动之中，如果大陆参加武统，日本千万不能出兵，否则俄罗斯就会发出军事威胁，以及和大陆联合的干掉日本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现在我们谈谈美国这个国内的政治问题。拜登是现在美国的现任总统啊，他是执政党，他是在美国现在有最大的政治权力的人啊。他现在对他的在野党、他的反对党施加这么严重的、激烈的发表政治演说，而且有四个国家电视台禁播。不过有消息传出来，就是报社也刊登这个拜登所发出的这些激烈的，就是说这个美国的共和党是川普以及美国共和党的人都是 MAGA 激进分子，所以美国这些激进分子 MAGA 的人就是共和党所这个拜登总统所说的激进分子。有传言说会发生这些政治行动，可能刺杀民主党这个现任总统拜登或者民主党的一些政治的议员啊。所以这个共和党要发出这次攻击，政治攻击的力道十分的强力啊，已经到了挑拨内部的这种计划，内部美国内部分裂的这种力道啊。所以现在已经严重的撕裂了美国这个城乡对立的状况。美国从一个伟大的一个美国的世界第一的国家经济强权，变成撕裂的两个国家，就是美国有城镇之分。美国27年来这个民调有十多年来都是投一个党啊，就是说城乡对立，在城市都是以民主党投票为先，民主党占作主要的城市，而这个是多过50000市民的民主党占作美国城市的选票，而在共和党呢，他们是占作在乡村的部分，就是少于50000人的乡村地方，所以美国城乡对立已经严重的撕裂了美国。所以在这次拜登现任总统的激烈的摒弃共和党川普以及共和党人民都是 MAGA 激进分子，所以严重的撕裂美国成两个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有四个国家电视台都不要登说登出这个拜登现任总统的演说，不过有很多报社都登出这样的演说的内容，所以让共和党的人看了十分的不满，所以发表说要采取一切的政治行动。更有这样的消息传闻，在美国有些夫妻离婚离异，就是因为夫妻都是各为其党，就是男的为共和党，女的为民主党，或者是女的为共和党，男的为民主党，而婚姻产生破裂、撕裂、离婚，就是因为共和党与民主党完全势不两立的政治情况。所以现在美国已经从世界的第一强权、第一的经济体撕裂成两个分裂的美国，就是一个是共和党的美国，一个是民主党的美国。现在我们回头来说，美国的前国务卿这个基辛格曾经苦口婆心的劝说美国人，美国一直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是世界的警察，维持世界的和平，但实际的行动却完全的相反。美国在非洲造成非洲的战乱，也造成利比亚的战乱和中东的地区的战乱，中东地区造成了阿富汗、伊拉克还有叙利亚的战乱，再到了欧洲造成乌克兰的战乱，让乌克兰与俄罗斯纠缠不清的在这个七八个月的战争，使乌克兰的人民生灵涂炭。到底死了多少的乌克兰的人民呢？在这场战事之中呢，美国自始至终一直把自己当成世界警察，说成自己是一个维持国际世界的区域的稳定的力量，不过他的实际行动却南辕北辙，完全的相反，且造成国际局势一次又一次的战乱，造成全世界国际局势生灵涂炭了。欧洲他挑起了乌克兰就是代理人的战争，与俄罗斯纠缠不清，在八个月的战事中乌克兰又死了多少的人民啊？美国就背后给钱给武器，让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前线厮杀，死的是乌克兰的人啊。而美国说经济制裁俄罗斯，限制全世界向俄罗斯买原油，而俄罗斯却有售卖那个就是特价已经折扣价的原油石油给美国，美国就是有向俄罗斯购买说他要制裁的石油，然后提炼了卖给欧洲各国和全世界，从中赚取暴利，让等美国的军火商美国人赚得大发特发。究竟有这样的学者说，这个乌克兰的战争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呢？就是美国，乌克兰正在数尸体，而美国的军火商正在数钞票。有学者担心美国在亚洲也会造成就是北朝鲜与南韩的两国的厮杀，或者日本人与俄罗斯人在远东的地区的厮杀战争，也造成或者会造成台海两个地方的区域的人中国人民的互相的兵戎相见，互相的厮杀，互相的战争啊。这样的局势又会死了多少的人民啊，把全世界的人民推向水热火热之中，推向战争的泥沼之中。美国就是用这样的手段，自二次大战以来就是用这样的手段就是维持自己在全世界的霸权主义霸权领导地位，在欧洲利用乌克兰来削弱俄罗斯，而在这个亚洲用日本来削弱这个俄罗斯和中国，而也用台湾以夷制夷以华制华来削弱中国大陆啊，现在变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让台湾岛的中国人民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民陷入战争之中，陷入泥沼之中，台湾的2300万人民又要面对战争的魔影，战争的深渊之中，这到时又会死多少人呢？
国就是善于包装，自从二战之后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世界警察，到处维持世界和平。到底现在台湾岛上有多少人脑袋清楚啊，看得起清楚这样的政治局势啊？这台湾岛2300万人民现在已往战争的这个深渊里面跳啊，凭全世界的人民的购买力，中国人民的购买力已经远远胜过美国。因为中国的人口现在是14亿，而美国的人口呢只不到4亿多啊。而且中国大陆以美国的这个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都在不断的缩小，而且中国有些在科技领域、军事生意已经超前于美国，更有现在你看中国已经建自己能够乘坐世界第一座自己乘坐的一个国家乘坐的国际太空站，或者登陆月球的背部，这些都是美国完全不能够科技做到的层面。而且中国发明了量子电脑等等就是黑科技的技术都超越美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有传闻说现在中国抓住美国攻入中国的这个东北西业大学，就是要窃取 160GB 的绝对军事的机密，就是这样的原因啊。所以现在美国就想利用台湾来打一次代理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鼓励台湾岛不论男女都参军啊，就是把台湾伪装成一个刺猬岛，以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周旋于丞相之战。我这个台海发生战事，美国要制裁中国现在也是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国际的贸易额已经超越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额的领先者，美国已经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来制裁中国，更何况有哪一些国家会跟随着美国的脚步制裁中国呢？现在中国大陆是全世界不论是任何国家都是第一大的国际贸易伙伴，所以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经济实力来制裁中国呢？在这样的环境下，现在如果制裁中国，哪一个国家中国面对和中国的伙伴的关系经济贸易状况，如果中国的贸易中断或者减少一半，哪一个国家就遭殃。这个就是最简单的经济原理。现在美国要用经济制裁或者科技制裁来制裁中国，这样雄厚伟大的经济体是完全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啊！现在美国连自己来制裁俄罗斯自己也做不到了，虽然要制裁俄罗斯，可是事实呢，俄罗斯坚持要购买俄罗斯的原油、石油、天然气、粮食都需要用卢布，现在造成俄罗斯现在今年的经济状况，它的贸易额已经发了大发特发，就是原来去年的卖原油卖石油的经济这个营销上是2倍3倍之多啊。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竟然把700多亿的美元来购买人民币，来稳定俄罗斯的卢布，不要让它一下子飙到好像摩天楼这么样的高啊。这就是为什么近期美国的美联社不断的公开说要经济制裁俄罗斯，并不但经济没有衰落，反而变得经济更加的成长。不过美国就是一直在欺骗全世界，不要让这个真正的事情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啊。至于中国这个研发的滚轮，这个就是中国很久以前就在研究，万一在发生武统对台湾采取台湾岛采取一些经济实痛，滚轮就是一个巨大的货轮，能够承载几百吨的这个坦克啊、火箭炮啊等等军事设施啊，解放军到台湾岛作战的一个远程投射利器啊。且中国大陆能够用民间的所有的运载的器具啊，包括这些高铁啊、火车啊、民用飞机啊、货轮啊、轮船啊等等，运载一切的解放军人民到台湾岛上作战，估计在3天之内，
中国大陆已经能够飞越投射超过50万的解放军到台湾岛上了。这样的演练，大陆一直中国大陆人民解放军一路在军演，一直在演习，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具备这样的远程投射以及供应这些空降部队解放军到前线，就是已经具备了三天投射50万解放军到台湾岛的这个军事能力，而且解放军全国的物资能够应用在台海战事上方面了。而且在远程的这个解放军投射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副武装的登上高铁啊，把它投射到几万公里以外的战区作战了。中国已经具备这样的空降远程投射人民解放军的几万的解放军的能力啊。而且中国大陆一直在演练全国各地各战区之间的调动与演练以及军事行动啊，万一和台湾岛发生一切的战事啊，一旦台海发生在台湾岛发生战事，就是另外一处悲剧的上演了、啊。台湾岛2300万人民的生灵财产、生灵涂炭，又何去何从啊？而且现在全世界的无人机啊，中国可以说遥遥领先了、啊，中的这个70%、70%的无人机都是控制在中国大陆的手中啊，而且中国大陆已经发生了，就是研究成功了对抗无人机的激光武器以及雷炮、雷射炮等等先进的武器啊，所以这些先进的黑科技武器在台海战争中能够一网打尽，一网缴清台湾岛上的任何一切的军事设施，而且能够就是主持一场斩首行动，除掉蔡英文，让孙子兵法所赢，不战而屈人之兵，直接拿下这个台湾岛的领导权啊。更有传出美国的五角大楼和美国很多军方啊，空军啊，特别是海豹部队啊，三角洲绿帽部队啊，所用的无人机很可笑，都是这个中国大疆的无人机啊。这么高军事秘密的组织啊，在美国这些特战部队怎么用中国的大疆无人机啊？这十分的可笑，而且一旦应用这样的军事的无人机，在战事发生，中国肯定会走后门，就是用大疆无人机彻底的摧毁美国的一些的措施啊，这就是知己知彼啊。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美国啊？美国可以说是世界的第一强权，第一经济体，而且现在传出美国的 F-35 的战斗机，这个涡轮中的磁铁也是引用中国所购买的磁铁啊。万一中国的磁铁也是有后门，能够渗入美国的 F-35 垂直隐身战斗机之中，像美国又如何的能够发生战斗呢，任务呢？所以这十分的可笑啊。所以可见现在中国的科技黑科技在 IT 啊、电脑啊、计算机啊、在天空一体化，都是很多层面已经遥遥领先美国啊。而且美国在制造火箭啊、推动力发射器，一路来都是采用向苏联、俄罗斯购买这个重型火箭的发动机，这就是美国一贯的政策。现在美国已经和俄罗斯不断的交恶，一段的制裁俄罗斯，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不能够再把这个它的火箭啊发射上空，而且一直传出燃料泄漏处的原因啊。美国这种火箭发动机、重型火箭发动机的这个技术远远落后于俄罗斯，现在他决定与欧洲其他31个国家合作。不过这个重型火箭发动机，这个也是欧洲这些31个国家和美国的短板，所以这个是他们无法攻克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一个问题啊。现在我们谈谈美国的火箭啊 ，SLS 火箭为什么会接二连三的已经推迟了30-40次的火箭发射的真正原因啊？美国 SLS 火箭啊被迫取消啊，
发射的真正原因呢，是美国的 SLS 火箭是一种古董的航天技术，这个航天技术是十多二十年前上个世代或者上上四个世代的航天技术。说白了，它就是用波音公司啊的飞机了、飞机的引擎啊，以前飞过的那些老旧飞机的引擎啊，直接拆下来组装在火箭上，这就是所谓美国的 SLS 火箭技术啊。试问这样落后的航天技术又能够怎样发射美国的火箭呢？你看美国的波音公司这个78G的飞行飞机啊，在全世界已经发生了多少宗的这个飞机意外事件呢？所以可见这个美国在这个航天领域的技术是十分的落后，而且是十分的不安全。而且波音美国的波音公司传出很多的财政赤字啊，这也是影响到他一切的这些 NASA 承包的一切的补贴、一切的工程的技术啊。所以他所谓的 SLS 火箭技术就是用旧式的火这个波音的飞机推行器拆下来组装在火箭上，这样又能够怎样能够让美国的火箭能够发射上空呢？所以这个可以用一个比较俗话，就是说用新瓶子来装旧酒啊，用了三十年前的旧技术又能够怎样发射这样的火箭，美国的火箭升空呢？所以很多的航空的专家都评述这样的 SLS 火箭是完全无法发射上空啊。而且美国的宣传火箭的口号喊得特别高啊，要把火箭发射到月球啊，发射到火星啊，发射到全宇宙啊。事实呢，原料泄漏啊，不能够发射，一而再的推迟啊，已经推迟了三四十次啊。而且这种泄漏啊的事情已经在之前发射的时候已经研究出来了，怎么这样的事情一直接二连三的发生呢？同样的问题发射在发射之前的阶段呢，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是不是波音公司又在吃钱呢？没有搞真正的建设工程呢？想瞒天过海啊，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啊？科技的事情是瞒不了的，不行就是不行啊，就是行家一出手，救之远没有。现在美国用了前世纪三四十年前的旧科技，就想把什么 SLS 火箭飞射到火箭飞射到宇宙上，真的是天荒之唐啊！这样的接二连三的燃料发生泄漏，在航天史上是不可能发生的问题啊，也是暴露美国波音公司一个严重的问题啊，技术上的落后，这个财政有没有吃钱呢？工作人员有没有做工啊？一大堆的琐碎的问题都浮上了台面了。现在美国现在的航天科技啊，已经不能够和以前美国这个登月的航天科技来相作匹比啊。这为什么呢？而现在负责的厂商是美国的波音公司啊，波音公司正面对了一大堆的财政问题啊，经济状况啊，里面人有没有黑啊，有没有吃钱啊，技术上落后啊，等等啊，接二连三千万种问题啊，都全部都浮上台面了。那时所谓的50亿年前美国发射说登月的时候，以前苏联冷战时候的这个科技是举全国之力来发展这样的航天技术啊。而现在美国的这个航天科技是所谓的就是一家公司 NASA 或者和另外一家公司承包下来来组织的一个航天技术啊，所以是十分的落后啊。来做实验 SLS 火箭的实验已经研发的工作啊，如果这个火箭推而再三的再推过三四次是不能够发射到火箭上太空呢，推迟到现在是公元2022年，推迟到2030年，中国已经把火箭发射登月，能把太空人登月到太空上，而美国2030年还在地表上，波音公司在搞 SLS 火箭，不能发射上空，
这会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笑话。所以现在波音公司所能做的事情，就是重新把火箭推回厂房，重新的检查，重新的研制，重新的发射，又发生同样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又推回厂房，重新的研究，重新的组装，又重新的发射，又同样的问题，不能发射上空。这样的火箭 SLS 火箭就是新瓶装旧酒，用30、40年前的这个航天飞机要组装成火箭上，就想梦想成真，飞上太空，真的是有点异想天开啊，海市蜃楼啊，真是令人无法想象。在美国所谓的全世界第一的经济体、第一的强权下，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且现在中国的火箭的黑科技真是一日千里啊，真是相当的惊人。从公元2年的9月6号啊，到之前的2年的火箭发射，中国航天技术在这2年之中已经发射了103次的火箭，运载卫星上空啊，而且成功的发射率，你猜是多少？是100%啊！真是十分的惊人，在2年之中，中国已经发射了103次的火箭升空，而且是100%啊，100%的成功率，把火箭发射卫星上空啊！所以，中国的航天技术的黑科技是十分的惊人呐、啊。而且，中国发生了这个研发出世界最大的无人机呀、啊，就是完全不用电能了、啊。采用这个太阳能的无人的太空无人机啊，能够升空大概6万米之高啊，能够无限期的滞空在太空上啊，观察地面的这军情和一切农业的状况啊。全航的太阳能无人机啊，它的名字叫做启明星的无人飞行机啊。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这个启明星啊。无人飞行器啊，能够长期的滞空6万米，无限期的滞空啊。它有6个发动机啊，能够不论在白天或者晚上，能够长期的滞空啊，无限期的滞空在太空中，观察地面的军情啊和农业状况啊。在这次实验之中，它已经飞行了26分钟，然后再安全的降落啊，各种系统的。这个测试完全的正常啊，完全的安全啊。启明星的无人飞行机，它的翼展有50米之长啊，十分的惊人啊。采用模块化分级啊，而有6台的分布式的电机螺旋桨啊，推动力器啊，贴在机翼上那些电磁板，所谓电磁板就是太阳能板啊，就是飞机的、啊、这个启明飞行无人飞行机的电源的。唯一来源呢、啊，就是飞行在太空之中吸收太阳能，万一在晚上之中，飞机也能无限期的滞在太空之中，不用降落地面。它的飞行高度是十分的高啊，在大概2万米之高啊，所以所有的云层最多只能在1万米，所以2万米根本是没有云层挡住它，所以它能够无限期的吸收太阳能呢、啊。这就是它为什么可以无限期的滞空于太空之中啊，不用降落地面了、啊。且有军事专家也称它为高空连续飞行的伪卫星啊。由于它有6台的螺旋电的电机啊，只要电机不坏啊，它就是可以长期的无限期的滞空啊，不论昼夜的飞行啊。长期的飞行啊，滞空于2万米的高空之中啊，这个启明的无人飞行机啊，十分的惊人啊！中国的黑科技，而这个飞机不可能携带核子导弹等武器啊，它主要是用于这些农业啊、军事用途啊、卫星用途啊，带一些光学探测的仪器啊和一些探测设备。来执行一些长航时间的远洋执行任务啊，远洋的执行的飞行以及侦察能力，也航天消息，中国的
发明了全世界最大的25吨级的闭式膨胀循环式的氢氧式发动机啊，在火箭发射器上面呢、啊，这让中国的航天科技的火箭呢、啊，就是更进一步啊，如虎添翼啊。这循环的氢量发动机啊，在火箭史上是全球第一的领先的黑科技，做中国的火箭重型火箭的运载发动机啊，火箭能够运载更多的这个载人以及载货，到火箭能够载到月球或火星上面呢、啊。现在俄罗斯与中国加强双方之间两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啊，他们准备在中俄之间的这个经济、军事以及还有能源三个层面的紧密伙伴关系的紧密联系啊。首先我们从经济层面来关系这个中俄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之间的经济层面要加速与美国之间的金融脱钩。现在有最新的经济财政的报告发布，中国大陆前500名的这个企业的总额收入破百万，而且已经超越美国的这个前500名的企业的总额。而这个中国的前500名的企业的总超额超过人民币的几百兆元，十分的惊人，已经超越美国前500强的经济的总额。中国人民币已经一破七的保卫战啊，对上美元了、啊。而且中国大陆已经连续七个月的抛售美债，俄罗斯也是尽快的抛售美债。中俄之间经济的联合制裁美国，而且去美元化的攻势不断的进行啊。而且中国大陆不断的增加黄金的储备，以及加速美元的贬值啊。中国与俄罗斯紧密联系的经济层面的联系，人民币的强化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促进了美元的去美元化的经济行动啊。而且俄罗斯与中国提倡的金砖五国啊，和俄罗斯领导的新的 G8 集团也是主持一连串的这个去美元化的行动。而且自俄乌战争发生以来，俄罗斯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啊、天然气、粮食，俄罗斯只是接受用这个俄罗斯的卢布或者是人民币，这一连串去美元化。而且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习近平访问沙特阿拉伯，近时进行一切的经济联系建设，一些重大的建设行动啊，而且都是用，因为中国是沙特阿拉伯最大的这个石油的购买国啊，也是用人民币进行，所以这一连串的去美元化真的是受到美国的美元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美元强权受到人民币以及卢布的挑战啊。而在军事层面方面，东方2022就是俄罗斯提倡的海上东方2022军事演习啊，普丁会视察这个飞地，后来又会到远东现场观看啊，且普京大帝会飞往顿巴斯啊访问啊。现在中国与俄罗斯的远东东方2022的军演，直接的告诉这个日本啊，万一这个台海发生战事啊，日本岛不能够出兵啊，台湾啊，或者这个俄罗斯会也是发生一连串的这些军事，而中国配合啊，不断的这个用核子打击力量，能够一举摧毁这个日本岛啊，给日本产生一个战争阴影，就是日本会面对中俄之间两个核子大国的核子力量的摧毁。一旦核子大国中俄的核子武器攻向日本，日本岛有可能就会沦陷了，也会被继承了等种种的战争阴影之中，让日本不敢在台海战事中越雷池一步啊。在9月14号即将举行的上海这个会议上，
普京，俄罗斯的普京大帝会和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主席习近平在20大之前也会，参加这次的上海会议，所以两个领导人会在这个上海会议上碰面了，进一步的加化中俄之间的军事伙伴关系啊。也在这次上海会议上，所有的成员国多数都是握有丰富的能源呐、啊，如石油啊、天然气这些国家。是上海的会议啊，有可能扩编了、啊，就是要迎接伊朗的参加。有中亚这边，土耳其也要参加这个上海会议，所以上海会议的成员是不断的涌现，不断的增加。习近平赶在这个20大之前呢、啊，访问这个上海会议，可见这次上海会议极具战略上的意义啊。而且这个也是破釜沉舟，就是说，习近平在这个20大已经胸有成竹啊，破釜沉舟。他已经在内部已经就是所有的7个委员之中，已经可以说是已经委托习近平会出任第三任的这个川七啊，就是中国的最高的领导人的职位啊。对，中俄之间两个陆权大国，再加上中亚这边，这个整个陆权大国的联系来对抗美国的这个海权的势力，就是美国加上北约这些国家的势力，这个形成一个世界严重的两个集团的对抗啊！也中国这40年来的经济成长，所提倡的习近平所提倡的"一带一路"，已经将全这个中俄之间以及中亚之间以及非洲之间的这个陆权之间的经济体系的联系呀、啊，所以这个陆权国家的经济体系已经渐渐的超越海权国家，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和北约为首的和海权英国为首的海权经济体系呀、啊，且大陆在购买石油的从俄罗斯和其他沙特阿拉伯用人民币不用欧元或美元来购买的时候，就是去美元化，这会使这个人民币在国际局势之中，人民币的份额也是逐渐的扩大。而且中国的人民币已经提倡这个数字化，所以进一步的提高这个中国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啊。肯定啊，这个人民币在国际上它的份额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扩大。因为没有用美元和欧元来购买这些国际上的石油啊、原料啊以及粮食啊，这是肯定的。这时中国大陆向俄罗斯购买进来的黄金储备不断的上升啊，这也是使人民币的份额在国际上不断的地位不断的提升。根据最新的报告，已经增加了购买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已经增加了4800% 啊。总共大概是50倍之多啊，十分的惊人呐、啊！因为俄罗斯是全世界最大的产金国啊，而中国大量的购买俄罗斯的黄金储备啊，然后又用人民币向俄罗斯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啊、天然气及粮食啊，在俄罗斯普京要的是中国的人民币啊，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用人民币来计价，是不是人民币在全世界所用的次数份额越来越的来的高啊？你黄金储备越来越大量、越来越的高的时候呢，而人民币、中国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地位的提高是也是不断的提高，跟着这个黄金储备的提高啊，也是进一步的强化人民币的普遍性以及稳定性以及安全性的提高啊，这也让全世界人民都想拥有人民币的意愿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高啊。而这也是同时加化了对美元的依赖也要求也越来越的少，这就是进一步的强化去美元化的行动啊！而且中国大陆与俄罗斯不断的抛售美元的美债啊，中国与俄罗斯这个风驰电掣这7个月不断的抛售美元的美债啊，也是造成美国经济一而再、再而三的滑落下谷底。现在美国的美债在全世界的份额也是越来越少啊！美国的美债已经突破了9000多亿的美元了，相当的少啊！对，全世界中国人民币在国际地位也是份额也是影响力越来越的高啊！
所以中国大陆是用一个非常高明的全世界的贸易战、经济战和地缘政治战的关系啊，来加强中国人民币在全国、全世界的经济地位啊。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量已经十分的大，中国有14亿人口的购买力，而美国只是 3.2亿人民的购买力，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已经超越，远远超越过美国，所以全世界的经济影响力量，中国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了。所以中国的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肯定比俄罗斯的这个卢布的影响力大，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购买力，14亿人口，美国只有 2.4亿，而中国的500强已经超越美国的500强总额，所以这是进一步的强化中国人民的人民币在国际社会上的经济层面上的人民币的地位。现在这次美国最不想看到的中这个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战争，这个会发生就是美加化。美加化就是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长远的边境都没有一个驻军，现在美国的噩梦要发生了，就是中国与俄罗斯不断的加深这个经济、军事以及能源的三个层面的不断的紧密战略伙伴关系，有可能现在已经发展至这个美加化，就是改次中国与俄罗斯边境之间也没有一个驻军，而是把军事布置到对外去美元化对抗美国集团之中，这就是美国最想不想看到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发生战争之后的中俄之间的加美化的情况。而且俄罗斯不断的向中国示好，在经济、军事以及能源与中国的这个加强双国之间的紧密战略伙伴关系，而且这个东方2022在日本的日本海以及日本的北方四岛的外面四的海边举行军事演习，一而再的警告日本，以及强化两国之间的经济同盟、能源以及经济，抛弃美债以及用人民币强化美人民币，这个使中国在国际局势的不断提高，而且中国这个40年以来习近平所提倡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计划已经强化全世界的入侵国家。所以在这个上海会议之中，除了这个伊朗、土耳其其他主要的能源国家都要参加，这已经加强了这个全世界的入侵国家的经济体系，以及凌驾在美国海权势力，就是美国与北约以及英国、澳洲这些国家的经济份额。所以一而再再看得上中国在以及俄罗斯在国际的经济的以及军事的领域已经渐渐的领先在美国之上，而且美国也是很困难的要以这两个世界全世界的第二以及第三的核子大国同时发生战争。所以真的这个台海发生战事，美国会不会来这个参挽救这个台湾岛呢？而且美国军方委员自始至终没有和台湾岛的军事有一些联合协同作战的目的，这个美国又如何能够来参加台湾岛战争呢？而且美国的五角大楼在30多次的军皮推演中，美国参战会有两艘航母会被击沉，而我个人的推测会有5到6艘的航母会被击沉，美国的大概会有应该是会有60%到70%的这些空军战斗机也会被击毁，因为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厉害的中程的制导导弹，就是东方11、东方这个15、东方26的这个导弹，能够击沉在地球表面的任何的一艘美国的航空母舰，所以它的八仙力是100%，如果在误差在10米之间，就算这个东方的这个导弹没有带任何的火器，从远空从太空飞落下来，
这个也是完全能够继承任何一艘航空母舰，因为它是用超过10到20马赫的速度，十分的惊人，而且这个导弹能够滑翔于太空之上，避开任何美国的一些导弹的防卫系统，爱国者导弹的防卫系统。所以中国与俄罗斯现在在全世界的军事以及经济层面不断的提升它的领导地位。所以现在在台湾岛，真的台湾岛2300万人民真的是应该是要主张以核止战啊，以避免台湾2300万人民在掉入这个战争的深渊之中啊，这就是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最大贡献。希望大家能够，台湾岛上的人民能够主张一些以核止武，就是会产生文统的行动，不要在台湾岛上发生任何一切的军事行动啊，或者武统行动，让台湾2300万人民生灵涂炭，掉入战争边缘，这是全世界台湾岛2300万人民最大的起伏。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第五期的文统或武统啊，台湾2300万人民何去何从？我们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在第六期，武统或文统，台湾2300万人民何去何从？第六期，大家再见。谢谢大家的收看，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Have a nice day， 拜拜。谢谢大家收看这期的第五期的军事频道，台湾。武统或武统，台湾2300万人民第五期，我们在第六期再见，拜拜。白宫没有出手去阻止，对佩洛西。那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他在国际间俄乌的问题，对俄罗斯的问题，对伊朗的问题，对朝鲜的问题，对叙利亚，对中东，对很多地区，他是不是可以放手去做了？他可以完全不考虑、不顾忌美国的感受，他可以完全去做。对，我觉得这个对美国白宫来讲，一个佩洛西成就他自己，可是却伤到的是美国人的利益，伤到了美国的国家的利益。那么对我们台湾民众2300万人的利益，其实也是伤害。为什么？你台独现在你成功了，你胜利了，你敢说独立吗？你敢宣布独立吗？你敢推独立公投吗？你敢你就做。对，坦白说你就做，你就开始宣布独立，宣布你要推独立公投，宣布你要推台独制宪，你就做嘛。蔡英文，你们台独的这么开心，放手去做，但我相信你不更不敢。那既然不敢，拉了一个佩洛西还不敢，那你什么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敢？那俄罗斯跟中国联手啊，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是非常非常之大了啊，因为包括越南、包括朝鲜、包括印度的态度都有可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那这个真的是台湾应该要注意。那日本制裁俄罗斯用力过猛，导致俄罗斯的反制啊，那你就看到俄罗斯看到了他介入亚太地区的新的机会到了，那他在未来很可能就是会跟中国联手，然后来制衡日本，然后在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啊。那我坦白讲，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不幸的发展，可是历史趋势却已经出现了。
坚持的日记，究竟何为文明，只想攻击替代爱意，到底是我是你，无人能够看清，时光难及相陪，冷酷无情。想念。
冷酷无情，啊，看那。
都比却观察着别人。